俾裴妍珠连攞两分，7-9。嗱，手系慢咗啊！呢球波其实裴妍珠都好辛苦噶啦。好啦，分数咧逐渐咁追紧上嚟啊！裴妍珠8-9，仲落后紧一分。哦，守到喺网前，系能够赢到对方啊！呢段时间咧就邦迪嘅节奏咧就有少少问题啊。嗯，佢跟住呢個裴元珠嘅打法啊，即係打得比較急咗啲啊，所以打啲波咧就唔夠開啊。伸縮 ，10-9，10-9。出咗界啦，好可惜啊！咪想話逼住邦迪嘅後場啊，呢一球波又係推佢出界嘅。好啦嘛，邦迪呢一位泰國選手咧，低谷半場領先緊11-9嘅，我哋休息一陣。各大球會電視頻道帶嚟歐聯四強之回合現播賽事。星期四深夜6:40，曼联火拼史浩克零四。到咗星期五6:38，巴塞隆拿大战皇家马德里。最终挚爱球会赛事，锁定 Young Sports。I'm Piers Morgan. I love talking to people.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properly in love? Well, you're good. You are good. What is it like being George Clooney? You know, even with malaria, it's just good fun. 哥连费夫。珍妮即信邦多利沙赖斯，想睇下一位嘉宾，即时喺 Now 宽频电视申请 CNN 精美奖品，手到拿来，优惠期至5月13日。Piers Morgan Tonight 星期二至星期日晚7点，快啲打2888-1888登记啦！今年美巡赛高手云集，值得细心欣赏。其中一位著名球手是美国的 Sean O'Hare， 今年28岁的奥哈哈，身高6尺2寸，拥有一副令人羡慕的身形，打波的技术很细腻。O'Hare 很小，17岁高中生已经参加职业比赛，20岁就结婚，得到太太和家人的全力支持参加美巡赛事。而最特别的，在美巡的头3年是由他外父担任他的球童。而 Sean O'Hare 成绩最好的就是2009年，9场前10，亦都获得他第3个美巡的冠军。同年亦入选美国队出战总统杯。总括而言， Sean O'Hare 在高尔夫球事业的发展是相当理想，而在今年的美巡赛更加是一位值得注意的黑马球手。I'm Sean O'Hare and you're watching the PGA Tour on Now Golf。好啦，咪见到邦迪领先紧2分波，哇！依家球波咪想话点个网前啊，有一次出现失误啊，盘珠咪2分波咧，都系佢自己嘅失误啊，分数系12-9。一度見到邦迪啊，咪正手壓一板直線之後，咪緊隨對方啊，又係出短少少，咪即刻有一個對角線。呢個就係邦迪嘅典型球路啊，就裴元珠喺反手區抽一個對角，就俾邦迪撳一個直線，跟住對方出一個直線，佢就撳對角。係呢啲就邦迪嘅，即係好典型嘅呢個進攻球路。哇！好啦，網前亦都係搶撲成功。嗱，頭頂真係好辛苦啊！個腰咧就即係咬得唔夠，即係柔軟度真係比較差少少啊。一般女子球員咧就一般個腰起碼都可以咬到向後。
所以剛才都跟蔡叔在說佩賢珠好像德國的 Julian Schenk 但他的能力是明顯是強過這個佩賢珠咁雖然咧就佢哋兩個對碰，究竟邊個贏都唔知噶，但係即係俾我哋感覺咧就即係德國呢位球員咧就即係佢腰力起碼都夠，雖然佢都係好硬。哇！同埋佢鬥志係好好，即係新黑啊，真係犀利啊！三十幾歲啊都係啊，都好犀利。係，我哋呢度10-15。咁啊，落后一局嘅，睇下佩贤珠有冇机会扭转到局面啦。好啦，咁啊，一路咧想话要自己积极啲去抢攻啊，咁啊，今次头顶。能夠係捱得過佩賢珠，反而邦迪啊想話採取一個下壓時間，出現一個失誤。哇！好嘢！嗱，呢個回馬槍就做得好好啊，因為連續兩球波咧，佩賢珠都頂得住啊！嗱，呢個頂得住。跟住呢個對方咧就伏佢嘅對角，佢就嚟一個回馬槍，即係好有智慧啊！即係邦迪。16-11，領先緊5分波。好嘢！嗱，今次咧就係耍佢追身啊！為自己爭取到上前啊進攻嘅機會啊！喺接發球嗰度咧，就始終到而家都冇改變啦，就佩賢珠。咁啊，無論喺球路方面或者喺嗰個即係企位方面，都一路都好似唔夠積極，係啦，由頭到尾都係咁樣打。咁變咗即係一路都塞唔住對方開波嘅呢個即係組織球路。好，今次是邦迪的判斷的失誤啊！八球直接得分，13-17。咁啊，見到邦迪真係都好定啊！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就即係好多球員咧就一路係咁嗌㗎啦，一定係即係增加自己士氣。但係咧就好似佢好定咁啊，對呢場波好似係好有信心啊！一路逼住佩賢珠嘅後場，開始點壓。明顯的能力方面就是邦迪是好一點，剛才一個反手，這球波如果是佩賢珠處理的話，應該就未必是可以處理到這麼漂亮的個網前球，真的在技術上能力方面都是佔優啊，邦迪19-13。哎呀，依家球波過唔到網啊！啊，過咗網喎。我諗咪有翻少少嘅運氣啊！其實都一路都係被動啊，俾人喺底線咧就指住嚟打。好啦，又嚟一個失誤。好彩啊！領先拉開嘅分數咧係比較多啊，邦迪。咁啊，仲有4分嘅領先優勢。反而邦迪真係都會牽制對方啊，咁啊開
阿裴妍珠開短波，佢又識得反搓個網前，反搓網或者停頓打過頭啊，呢啲令到即係對方嘅節奏咧就受到破壞。咁但係裴妍珠即係睇下嗱呢個波咧就幫地咧就開咗底線啊！仲捱到翻嚟，係冇辦法啦。咁啊，即使捱到咁啊，但係出咗半場波，咁啊睇翻啦。一球波咧就打得唔錯啦，裴妍珠咁啊，重複係壓住對方嘅頭頂啊，救咗一個 match point。不過邦迪仲有四個取勝分嘅機會。最終仍然俾19歲嘅呢位泰國選手啊嘛，今次係屬於非種子嘅邦迪啊嘛，能夠喺30分鐘嘅賽事入邊啊，直落兩局咧就係擊敗咗三號種子嘅裴妍珠啊，分數就係21-13同埋21-16啊，咁啊今日發揮可以叫做係完美啊。係咁啊，即係當然賽前都講過咧，就以前嘅。即係紀錄咧，就即係唔能夠作準啦，因為邦迪確實咧就最近咧佢嘅即係進步係非常之快，而且咧個心理狀態咧就正處一個好有信心嘅狀態。咁啊，再加上佢今日喺進攻方面嗰個發揮咧，可以話係即係成功牽制住咧就裴元珠嘅呢個技術。咁啊，形成咧就即係裴元珠今日咧就處於一個比較被動嘅狀態。咁啊，更加重要咧就係見到阿邦迪贏完之後咧，好似係比較平靜啊。即係由依度睇到咧，就可能佢都對將來咧都仍然係好有野心啊，可能仲要繼續衝擊更高嘅水平。好啦，咪恭喜曬佢。